4:04，早上好啊，昨晚太冷了，我现在又太热了，太阳一出来就很热，昨晚累了，睡得好吗，娜娜哥哥，我们起床吧。喜欢拍啊。昨天你们不累吗？昨天跑了一整天啊，一早上就那么精神跑来跑去啊。我都累死了，昨天骑了将近有11个钟头。哎呀，现在腿还是有点酸，但是看可乐浪浪好像没啥事一样。如果他们比我好，我在坐车。早上有点热，就把衣服脱了。然后呢，你看，骑行骑了那么久了，那个袜子都破了，哎，脚丫都露出来了。还好我有备用，换新袜子穿。破了补来也没用，换了新袜子又脏了。好了，收拾好了，今天的话继续往前走吧，找看哪里是在一直停下来，也不知道在哪里，慢慢走吧。啊，一大片的油菜花，然后连绵的山脉，那个云也是很低，感觉这么低的云，感觉走几步就可以上到去了，哦，好漂亮，看到吗？那就是青海湖啊。哇，远远看过去是一片蓝色的，很期待可以看靠近看一下。这里有很多的一个牧场的，每个牧场都是穿起来不一样，被不同的一些牧民管理着。然后我问一下这个牧场进去要不要那个门票，好像不需要门票啊，就起码要钱。亲爱的旅人，没有一条路无风无浪，会有孤独，会有悲伤。
亲爱的旅人，这一程会短暂却又漫长，而一切终将汇聚成最充盈的景象。青海湖这边呢，我发现原来有些牧场是要给钱才可以进的，就刚刚那个呢就要交10块钱才可以去湖边，然后这个好像不用交钱，也没有人问我。然后这边主要牧民都是要就是靠那个骑马，让游客骑马来创收的。想想也是啊，要是所有牧场都要进去都要交门票的话，那也太说不过去了，是吧？好漂亮哦，就是很多人看到呢，就是很多人在那个油菜花田里面担心那个油菜花被游客践踏，但不会的，这里油菜花田呢都会留了一些路，留了一些路可以让游客走，然后那边呢，那边就没有路了。没有路了就进不了去，但是这边有路的话就可以走这边，然后沿着这些路啊观赏这边的油菜花田。听说站在马后面会很危险，分分钟会被踢倒，我不信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刚刚那个是失误，现在重新来一次，重新来一次。真的会踢人的吗？应该不会吧，我看他还是蛮温顺的，是吧？会不会咬人了、啊、这个 Hello 不哦，哇，好遥远，好遥远，好遥远。